的人会用什么作为开场白？嗨，你好，我叫韩笙笙。嗨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不是见面。示范最喜欢的自拍表情。如果遇到神灯，会许什么愿望？中了头。我要变瘦，壮。去 KTV 的必点曲目是什么？戴佩妮的《街角的祝福》。那个苏打绿的那个无冕台语版。喜欢料理还是创作？料理。创作。请用 RMB 唱一句生日快乐歌的歌词。你有 freestyle？ 你没有，所以我不唱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好，应该差不多是这样。最难戒掉的一句口头禅。屁啦！请用一种动物形容自己。猫咪。狗。胡子跟帽子不能缺少哪一个？帽子。帽子。用一首歌描述现在的感情状况。单身，公开。什么歌？同一首，选同一首。